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勋祥 Brian。1月22号这个礼拜五晚上是我们教室的生活课程。那因为过年快要到了，所以主题当然就是以料理为主的刚过年菜班啦。这次呢，我决定让教室的伙伴一饱口福，我要端出的是我们家过年一定会吃到的酒家名菜油鱼雷霸蒜。那制作方式其实并不难，我先把蒜苗接近根部白色的地方和泡发过的香菇、鱿鱼加上一些油，丢到空锅里面炒香，再放上切片的猪软骨肉以及笋片后加水煮滚。那我使用的是市面上叫高级的螺肉罐头，先将汤汁全部倒进去，调出最恰当的味道，再让汤滚个一个钟头，最后倒进螺肉以及切断的绿色蒜苗和芹菜，搅拌过后就完成了这道通常只有在喜宴才会吃到的油鱼雷霸蒜。这汤我可是从小吃到大，个人非常的推荐哦。那因为这道菜的成本已经很高了，所以我另外准备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发糕，只需要用市面上的发糕粉就能轻松完成，也象征看影片的各位今年都能大发利市哦。最后也放上了其他伙伴所用心料理的精美菜色，因为我是忙完之后才有空去摄影，所以他们的菜头已经被吃掉一大半了，但依旧仍是非常的美味可口哦。如果你也是喜欢料理但又害怕麻烦的朋友，这里有一套传说中的神奇厨具，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的教室看看哦。1月23、24的这个周末是我们阳明团队今年第一场的生涯规划营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出席的人数并不如以往来的多，但是我们也坚持遵守政府要求的防疫规定，所有人都要量测体温，实时手部消毒，并且在室内全程戴上口罩，用最安全的规格来进行会议，让新朋友们都能透过活动来了解一个最棒的创业良机。再来，预计会在5月份再度举办生涯规划营，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赶快来找我报名哦。那1月份的特惠活动也快接近尾声了，虽然有很多抢手的赠品已经送完了，但安利公司还是很贴心的准备了替代方案哦。目前3800的满额赠只剩下金刚刷，而5800还有可爱的熊大翻转颈枕。那8800虽然没有被子了，但还有熊大颈枕加巧克力蛋白素，或是熊大颈枕加安心防护包二选一哦。喜欢以上赠品的朋友，敬请把握机会喽！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精彩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并且同步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粉丝专页。这个礼拜就先到这边，我是 Brian， 我们下周见。